国家体育总局昨天呢，在官网上对参加第十八届雅加达亚运会的中国代表团名单进行了公示啊。在备受关注的田径、游泳等大项当中，苏炳添、谢震业、孙杨、傅园慧等名将都出现在了名单上。而在女排项目上，中国队派出了由朱婷领衔的主力阵容，不仅包括了张常宁、龚翔宇等里约奥运会夺冠功臣，也囊括了李盈莹等青年才俊。周琦和丁彦雨航将领衔男篮阵容。公示时间为7月26号至8月3号。